泰国男星 Miu 因主演 BL 剧《与爱同居》而爆红，在剧中和演员 Girlf 组成的 CP 人气红遍海内外，获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日前他在推特发文无预警透露自己有了交往的对象，因为不想对粉丝隐瞒这件事，所以决定说出来，今后也希望感情保持低调，如果造成大家不愉快他感到很抱歉。他在出席活动时则透露自己是在得到双方同意下才选择公开感情现况，而且也和交往对象讨论过结婚这件事。据外界好奇的对象是圈内还是圈外人， Miu 则语带保留的表示，如果对方已经不在业界工作，就算是圈外人了吗？并笑说有可能明年会公开对方的身份，持续保密的态度令泰国网友们疯狂搜寻这位神秘的交往对象，引发了超高讨论度。